挺顺利啊，是还挺顺利，连口味都变了啊！我知道，又是和亲的，给你，嗓子都劈成这样了还不去医院？没事儿，生点病，缓缓心火，刺激。本来我想套路一下李欣，让他再火一点。 别人觉得都说我这样做不靠谱，难怪李欣他烦我。我都好几天不敢去找他了。当然觉得你不靠谱，你整天游手好闲的。做什么才靠谱呢？回来跟我一起管理公司，叔叔阿姨也希望你可以回来。我跟爸妈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准备跟你爸妈赌气到什么时候啊？不是，你要我怎么做？我多久没碰公司的事儿了？你不怕我捅娄子？ 那你就别离开我的视线啊！今天晚上刚好有个会，跟我一起去吧。从头来，慢慢学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我被你撩到了，滚！一、二、三，带变，左，右，笑容，上，花。这个好俊，莫名其妙的约我跟一群小妹妹吃饭。 之后突然玩消失，算了算了，他不来反悔挺好。好了，今天大家跳的特别棒，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吧。想不想吃水果？走。哎，晨晨哥哥怎么了？他动作错了好几次呢。我们每天都要跳的舞，干妈竟然上下左右都不分。对哦。 怎么了？小叔叔，我干妈她最近她最熟的舞蹈都跳错好几次。你们是不是又淘气了？你怎么也不追练，多放下鸭子。算了，你们在幼儿园乖乖听话就好。叔叔今天要工作，先挂了。 代言人合同，谁决定的？宋总，是我向公司推荐了金希晨小姐。为什么？我们茂林经营模式更加时尚，视觉冠军与我们定位并不符合。可是金希晨有足够的含金量啊！茂林是他夺冠后接到的第一个形象代言，对于我们企业的形象，那是大有裨益的呀。 秦总监做事唯利逢辟，现在做决定不需要经过我的意见吗？是这样，宋总，您的电话整整3天都没有打通。为了抢占金星辰回国以后的第一份合同，谢总开启了特事特办，召开了股东大会进行表决，大家都是为了茂林好嘛。相信宋总一定能理解的。嗯，理解，当然理解。秦总监，辛苦了。但这件事要落地。 还需要集团内部的人来对接，宋总，是否有人选呢？要不您亲自跑一趟？如果让记者先拍到同框，再官宣代言，这样的宣传力度更大呀。对呀。我去吧。宋总性格比较低调，我正好跟金小姐是故交，我去合适。那太好了。 就这么定了。浩宇，你回来了，累不累？给我吧。 我给你做碗好吃的，我去给你吃。哦，爷爷，回来了。啊。
快快快，坐下歇会儿。斯乐已经在厨房忙了2个小时了，煲汤等你呢。哦。本台消息：我国选手金希辰以10比5战胜传奇球王夺冠，中国女子斯诺克迎来金希辰时代。哇，这又漂亮又是世界冠军，什么样的人生？好耶，好他。下面请看详细报道。哎，不是。 金希辰以10比5战胜传奇球王夺冠，中国女子斯诺克迎来金希辰时代。金希辰选手于近日抵达国内，并预计在国内进行。事到如今，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？我已经不想再有任何事情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了。 挺好喝的呀，算了，他没哭。谁说我没有福气啊？啊？糖糖，有进步呀。真的？那你都喝了。好啊。 哦，开玩笑的，那么大一锅怎么喝得完？嗯，这一锅的确喝不完，不过我可以再喝一碗。爷爷和孩子们都睡了吧？啊，都睡了，很安静啊。现在就只有你和我。 干嘛？蚊子。蚊子。嗯。哪儿啊？哟，这儿也有一只。哎呀，哎。哦，这也有一只。嗯。不，这还有。哎，这也有蚊子。打蚊子哪有捏脸的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没有，真的蚊子。你看，哎，那边有蚊子，那有蚊子。糟糕，老于，你怎么这么幼稚？